2017年即将过去，拼搏了一年的收获都集中在这年底时分了。预算充足的朋友也许会在这时选择一辆心仪的汽车开回家，迎接新年的新气象。买车首先得有个目标车型，这两年 SUV 可以说是最热门的车型。那么挑一辆什么样的 SUV 好呢？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款不错的 SUV， 江铃驭胜 S350。 作为一款中型 SUV， 江铃驭胜 S350 坐着宽敞，开着舒适，能载着一家老小越过山丘，越过河流，在末冬的暖阳里享受一次愉快的野餐，合资车里的越野实力派。外观上你可以说它像张嘉译，看似端正凛然，实则年轻潮流。车长 4.8 米的大体格和外观单色主打，硬朗冷峻，有安全感。家族式的车前外观搭配撇嘴气格栅和单凤眼双雾灯，又俏皮的有点可爱。车尾颜色上深下浅，简简单单，层次感明显，是时下的狂野运动主义流派。侧面看，驭胜 S350 没有张嘉译的腰椎问题，双腰线衬托出饱满而坚实的身影，遵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规则，硬派有颜的驭胜成了年轻人群体的选择之一。内饰上你可以说它是刘涛，全能而细致周到，总带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。纯黑的主打色包围了中控台和方向盘等细节地方的银色装饰，8英寸的触控屏不大不小，正合适，视觉上不会疲劳，导航、蓝牙等功能也有，标配多功能方向盘、倒车影像、胎压监测、定速巡航等这些高端配置也有，驾驶起来很轻松。不管是5座还是7座，2750毫米的轴距保证了充足的空间，皮革座椅配置了折叠扶手，还能调节靠背角度，高档的舒适。2.0T 柴油发动机达标国家排放标准，最大马力值和最大扭矩分别为141匹、350牛米，6档手自一体变速箱，多复杂的路况也能搞定。江铃驭胜 S350 的新车指导价12.28到16.68万，如果加上近期的年底优惠活动，裸车价还能再低一点，有颜实用低价，不知这款车能否入得了你的眼呢？